喺拍摄《大迷信》第一集嘅时候咧，我哋好幸运遇到好多有关于狐仙嘅灵案，例如江德道啦，例如温莎皇宫灵案等等啦。咁我哋都用一种咧好好奇，好似侦探咁嘅心理咧，系进入调查嘅。但嚟到呢一集咧，我觉得形势咧系有一个好大好大嘅转变。我觉得狐仙集团咧开始反客为主，佢哋正在喺度引诱紧摄影队，一步一步咁进入佢哋嘅世界。他们要争回他们的身辩权，他们要通过他们把口去讲出温莎皇宫灵案这件事件的真相，而不是通过我们把口去讲。甚至他们引我们去到狐仙的巢穴，在我们的面前显现他们的法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般若波罗蜜多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般若波罗蜜多，阿弥陀佛，救苦救难，救苦救难菩萨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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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般若波罗蜜多，阿弥陀佛，救苦救难，救苦救难菩萨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般若波罗蜜多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救苦救难，救苦救难菩萨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般若波罗蜜多，阿弥陀佛，救苦救难，救苦救难菩萨，